想要吃汤包，问一下过路人，好吃的汤包到底在哪位？我在里乡，在这啦，哦。师傅是真是连包着汤包，伊人生是愈塌愈悬，伊包好汤包放落去吹，热火是功夫真平。只看到人生变是伊来清出着水气。伫码头即间开店超过将近30档的汤包店，汤包的这外皮甲内馅坚持每工现做现卖，卡成就着这样好食的汤包。皮就用中筋面粉，好，然后中筋面粉就直接加水下去搅和这样子，嘿，然后就这样子就是打到它光滑为止就可以。直接拿起来，然后醒面。汤包要好食，就爱煎下条面皮中，爱交外口，爱薄，伊口感嘛爱滴，嘛爱顺。伊汤包包起来是圆圆。伊大阿因是坚持每工用着温体的猪肉，加上新鲜的配菜，无想过侪人工调味料，就会当互人食过，得人会调。猪肉本身猪肉新鲜，我们都用的就是每天就是新鲜，有那个就是肉点，然后送过来这边直接。就是做成绞肉，然后这样子，就是直接做成馅料，然后直接包着。就是我们主要强调是新鲜的部分。馅里面大致上就是有高丽菜、葱，然后红萝卜，以及一些算是独家配方，然后所那个调制而成的。看到业者因一家伙仔分工来合作，有人来这轮着这汤包的皮，有人是实连包着汤包，手拢无停过。佮一只包好汤包放落人生，开始来吹了。倒数计时，时间到，拍开着人生每一粒饱满的汤包，让人看到血流水呢，想要试看卖伊的滋味到底是安怎？它蒸到就是要注意那个皮的膨胀程度，对。然后如果说它蒸过头的话，就会皮就会导致它没有口感，会失去就是本身产品的那一种主要强调的重点。现点现脆的汤包，除了会当来食到打出炉的好口感之外，阁会当撇边着，阁来吹过了面皮伤过软。皮薄啊，馅多啊，汤汁又多啊，很道地的口味，吃进去有一种很香的感觉啊，嗯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推荐大家来吃啊，嗯，赞，就很好吃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啊。其汤包现店现做，现场才是上好。不过人客嘛相当推荐这间店的酸辣汤，料正这东西有够咸，阁有够酸，同时搭配新鲜出炉的汤包，真正是有够适配。汤包里面有汤又有汁，咬起来就汤汁全在嘴里面入口即化的感觉，很好吃。配一碗酸辣汤吃就饱了，对啊，啊又很便宜，啊里面料很多。摸到各路人马来推荐的汤包，选用着上新鲜的食材，同时坚持无添加人工色素，手工来制作，皮正薄啊正济，而汤汁阁相当的甘甜美丽，这嘛印证了食材新鲜，物件就好食。南天新闻综合报道。